台湾省垂柳法师技师公会于8月25日下午在新北市华范大学推广教育处板桥中心举办了垂柳法师技师高考经验分享北部场讲习会，既有两场讲座，其中屏东科技大学李景玉名誉教授讲题为《垂柳法师技师高考命题范围与答题技巧》。告诉你，屏科大今年100年校庆的特殊的纪念品，带回去吧。回去都不要讲。到底有几座了？举个手好不好？来，二八，他呢？268标准答案，打开，让他们羡慕一下。哦，前两堂都没有这边。屏科大百年1924年的卡套，就是你们做工科做什么？还有我私制的、私人制作的金箔名片，金箔的，你们看到？屏东科技大学名誉教授李景玉先生。写多少是多少，哪怕列个提纲，写个算式，考试是按点给分。你都没有写，只有零分，抱歉，没有分数，完全没有分数。记住哦，一定要写，不要空白，一空白就没有机会了。垂柳法师技师公会陈本刚技师讲题为《垂柳法师技师考题资料汇编》，约有50多位学员参与，收获满满。水保工会赞赏。两位主持人也分享了他们的心得。本身不管是学生时代的考试经验，或是他高考的考试经验，简单的介绍之后，再邀请我们今天的主讲，好讲师方面的帮忙，好，我们可能各个领域专业集合。阿Ben新北报道。但是这不是我用的，我签袂足去。